汪洋大海的汪洋，今年20岁，来自四川成都。在我床头挂了这么一个吉他，我爸有一天可能就是兴致突然就起来了，弹的感觉好像很神奇。那是我第一次对吉他感兴趣，从此以后我就爱上音乐，一发不可收拾。我爸他说你唱歌也就那样，你又不是科班出身，那你跟的是人家有什么好比的？前几晚骂过独木桥啊，但是我就喜欢音乐。第一次上这么大舞台，不知道我唱出来以后大家会是怎么样的感觉，但是我的吉他肯定会带给我好运的。知道我为什么要选他吗？他的声音特别真实，很纯净，让我，因为我是特别容易也特别敏感的，能够发现别人声音里面那个情感的部分，他真的是有。我讲着讲他乐，好开心啊！叫什么名字？几岁了？我叫汪洋，汪洋大海的汪洋。然后今年20，好紧张。20了。你是哪人呢？我是四川成都。四川也是学音乐的吗？不是，在念法语。交流一下，老师会发现。我也没讲西讲啥，西班牙语。我讲西讲啥？旁边的那个就讲的法语，少说两句吧，我们听不懂。你们在讲什么方式啊？你问的是什么？交流的很乐。他法语说的一般般，我说为什么一般般？啊，因为我时间都拿去搞音乐了。真的，我很喜欢音乐。他太像我了。我就是那种大学学的法语，后来懒得去管它，然后就一直在学音乐。真的，我一点不冲突，以后可以唱法语歌啊。对啊，马屁不鼓。哎呦呦，家里面有没有意见？爸爸妈妈都是老师。哎呦，我爸爸真的很反对我弹吉他这些。我爸爸就是想让我按部就班。对，对不对？那你父亲不喜欢你唱歌，你天天在什么地方拿着琴唱呢？我爸爸因为在我高中的时候调到德阳去了，然后
就是你们不知道一个地名，但是离我家很远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去那儿演过。所以我爸经常不在家嘛，然后我就会偷偷弹。我自己乱试，然后我听着这样是、是这样，然后是这样，然后自学啊，没有人教就对了。特别喜欢，然后当时手上都是白泡泡，然后把它撕了以后呢，然后弄上创可贴继续弹。哦，很辛苦的过程。真的特别喜欢。你知道怎么说？我觉得就是像他这样的年纪，弹一把琴，还会自己学乐器，完了以后唱着一首像《天天想你》，好像在等待着一个梦想，对，期待着一个。很大的一个希望，未来你知道，让我感觉到这样的小孩应该我们鼓励他，去鼓励，多的去支持。没错，谢谢，真的好。谢谢老师，你爸来了是吗？爸爸妈妈都来了。那说明他们其实还是首肯这个，对，他们还是同意的嘛，还是希望你完成你的梦想嘛。不过这确实是一件非常怎么讲？对于家长来说是一个非常冒险的鼓励，因为真的我当时在念书的时候，我们家里也会同样的担心，因为你这个你学的音乐以后是一个完全看不清未来的一个可能性，如果好好的把学业读完以后，可能去找到一个比较安稳的工作，至少这应该是第一步。没错。然后呢，喜欢音乐当然可以继续下去，我想是这样的，跟我们想法一样，是这样的，是吧？对，老师啊，你们觉得我唱的怎么样？因为我爸爸觉得我唱歌一般。知道。他刚才在唱的时候，我是很喜欢这种表达，就是他是那种天然去雕饰的一种表达，没错，没错，没有这个以此为业的，或者说。混迹比较久的人的那些个毛病，没错，他很干净，非常清纯。谢谢。我觉得我们要给你的建议的话，就是希望你把这个方式坚持下去，对，同时呢，对你演唱的每一首歌曲的每一个细节更加注意一些。嗯，因为我来到这个舞台，我就是很想学东西，真的，我想学写歌，我想学，因为我自己都是。造歌不是写歌，你知道？我来帮你弄，反正恭喜你了。不管怎么样，他们都没福分，你是我的了。很漂亮，长得多可爱啊！孩子好可爱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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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让你快乐幸福，就是我的幸福，我的快乐。